台九线苏华公路大清水隧道上方边坡坍方砸毁了25公尺明隧道，导致东部旅运受阻。13号上午，交通部长王国材以及交通部公路总局长陈文瑞等人前往现场了解抢救应变工程的作业。目前公路总局出动大型机具，从南北两端持续推进，预计15号下午5点才能够抢通苏华公路。但上方边坡还需要做简易的防护和清理。16号到18号施工期间才借护时段性管制通行。19号。恢复正常。大小石块持续滑落，挡住去路，挖土机进驻动工，加紧抢修。台九线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上方，11号晚间边坡崩塌，截至12号下午，已经清除200立方公尺的土石，大约是总坍方面积的1/6。交通部长王国材13号也到场视察。那另外就是上边坡的简易处理啊。包括上面剩余的土石，还有刷坡，他们先把它做完，还包括明隧道上面的这些土石都把它清，然后做一些简易的处理。虽然崩落土石有不少是大型石块，坍塌现场路面窄小，空间不足，让抢修工作困难重重。不过春节在即，公路总局拍胸脯保证，一定要在时限内抢通苏花公路。上边坡这一个清理土石清理完之后，会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简易的一个保护。那预计在这一个我们星期日，这一个17点能够这个抢通，那开放通行。抢通还要再等等，由于坍塌路段是苏花改与旧苏花公路的共线路段，目前依然往返花莲公路中段无法通行，民众只能改以铁路运输或绕道中横。大清水隧道这一段就是我们苏花安里面，从核能到崇德这一段，那过去在做苏花安的时候也发觉这一段的颠簸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他们提出很多的方案做讨论，那初步是一个9.7公里的长隧道。一场坍方事故掀起往返花莲的行车安全讨论，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将加速推动苏花安完成。这次坍方路段未来将设计成9.7公里的长隧道，新路线也将全力抢在2032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